保持这样的方式挺好的，成长别着急。嗯，有人一辈子都成长不了，一辈子都会那么幼稚，也挺好。丫头，找一个一辈子这么幼稚的男人特别好，因为他一心一意的对你，珍惜哦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。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已经知道错了，让你导致误会，但是你要相信我的心里真的一直有你。你想想，我们在一起经过那么多事情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幸福甜蜜。是我跟你提两次分手，但是那没有一次是真正想跟你分开的。我希望你不要这次跟我提分手，你也不能离开我，没有你都不能活了。就我之前也有，你不能跟我分开，一会儿你都必须得出来，我不管，反正也得出来。我之前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是我心太急了，我做事方式不是很对。当然我就是为了你，特别喜欢你，着急看你受委屈，心里又受不了。我特别爱你，我。以后我会改的，以后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是谁让你们如此生离死别？姑娘好像下一刻就不见了。姑娘，我告诉你啊，小心点哦。他后半句话没说完，他说我特别的爱你，其实下面有一句话，有一种爱叫放手，啊，快回去吧。出来啊！啊，有一种爱叫放手哦，别出来啊！出来、啊。他真信。来来来来来，请关门，请关门。来吧，期待一下吧。请开门。看你傻乎乎的样子。哎，哎，注意影响啊！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拉着妹妹慢慢走啊！哎呀，那个是给你用的，人家上面不是写的很清楚吗？要保湿易被湿，那是个女子面膜，你给她干嘛呀？好了，下面的时刻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带幼稚的小浪漫吧。给戴戒指。宝宝，我特别喜欢你啊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你，嫁给我吧。我也是很喜欢你，嗯。别动，别动，再抱会儿，再抱会儿，给男同事看会儿。请亮灯吧。我跟你说，这一对儿是我看到的，形态上是最对的。就是真的是那个满心欢喜，充满了爱啊！哎，因为我真的喜欢他。啊，是是是是是。我们感受到你呢，你也真的喜欢他是吧？当然喜欢了。祝你们幸福。相信彼此，好好的好吗？好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